近日，金希澈看《倚天屠龙记》向朋友安利祝绪丹的节目视频引起热议，网友戏称金希澈向朋友疯狂安利祝绪丹的模样是追星的样子，没错了。此前，金希澈就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过自己《倚天屠龙记》的追剧日常，一条长得像吗的博文下配了自己和祝绪丹剧照的九张图片。9月1日，祝绪丹在金希澈该条动态下评论：“哈哈 哈, 哈，不像，谢谢你喜欢《倚天屠龙记》。”网友戏称金希澈追星成功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